迈开大步跑向终点。一年一度的台体大骆驼杯路跑赛在12月3日热烈登场，炙热的太阳与参赛选手们的热情相互辉映。鸣枪后，首先开跑的是校长许光标，在历年来都是教职员长青组的第一名，不仅是每年活动的一大亮点，也是骆驼精神的最佳代言人。骆驼杯对我来说是一个坚持，对我来说是持续永恒的一个动物跟象征，所以取名骆驼杯，我认为我个人持续的跑下去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所坚持，有理想，有目标。路跑赛总长6.5公里，率先抵达终点的是男子公开组陈品生，以21分59秒完赛。他的专项是田径中长跑，为了这次比赛，他特地调整自己练习的节奏，并放松心情备战，但还是对比赛结果感到意外。比我还要强的学长姐去比接力，所以让我很有荣幸的可以拿到这次的第一。每周五我们中长跑固定会做重量，然后这次老师有让我们特地的自由调整，所以我就以轻松慢跑，然后伸展及做冰水疗为主，让自己的肌肉状态恢复到最佳。今年是台体大举办骆驼杯赛事的第30年，为展现坚毅不屈的骆驼精神，主办方特别新增接力赛的项目，象征此项传统的延续，也期盼师生共享路跑的喜悦。台体校园新闻直播中心台中报道。